选美口号美丽与智慧并重就听得多，但是参加选美的佳丽言论就成日闹出笑话。今届意大利小姐选举的冠军佳丽在问答环节入面讲最想体验的历史时刻竟然是二次世界大战。这名意大利小姐 Alessa Bettini 指最想生活在1942年的时候，评判不禁再三确认她的答案，因为在1942年意大利正受到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是意大利历史入面最黑暗的其中一个时期。 Sabatini 解释，教科书上面有很多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情，所以很想试一下当时的生活。虽然他最后获得冠军，但是这个言论一出即受到网民热议，改图源源不绝。